拥有250万粉丝的啦啦队女神林湘加入，我们欢迎林湘。好，我们三位也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全新的2024新呛死曲的表演。媒体朋友们可以把握机会来合照。为了胜利，我们都用尽全身的力气。我们同手一心 ，We gotta keep fighting。不忘记，我们都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同手一心 ，We gotta keep fighting。我们永远向前走。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啦啦队的，啦啦队的职业就是负责跳好应援曲的部分，所以其实差不多。然后春训期间，就大家都各自准备开场跟新的应援。我跟大家现在已经打成一片了，因为我有一个师妹，她非常可以带动气氛，所以她很快就带着我融入大家。因为我在过年的期间有好好的休息，除了休息之外，我有好好的健身，所以我有练出6块肌，差不多吧。应该不会吧，而且是跟我们三个一起拍。很开心。有啊有啊，他很欢迎我加入。真的吗？我没有特别听说这个部分，因为我自己真的哦，因为我自己非常认真的在准备新的球技。他们今年会有很多课程，像是媒体课、彩妆课、舞蹈课、歌曲课，
然后口传课，就是希望他们就是能成长。嗯，应该就是创作二十几个跟国剧巨星，对。嗯，其实大家应该是想问我心里会不会很复杂，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复杂拉扯的阶段，我现在就是全心全力的，就是跟着小龙女一起准备新的赛季。我们现在平均的话，春训是一周练一次，然后时间上两次。一周两次，然后时间上的话是抓4到5个小时这样子。在接任的过程中，因为事前就先知道了，所以琪琪会跟我说，可能要怎么带领大家。那他也相信我一定可以带得更好，所以他很放心。一开始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当队长，那也是第一次当队长。那我相信球队呢，一定是相信我有的专长跟长处，才选择我当队长。他其实很活泼，因为我们从明星赛跟经典赛其实都有合作过，那他就是一个笑容非常开朗，然后会感染给大家的人，所以呢在春训的时候呢跟他一起练习，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一个算是古灵精怪的人带着他，然后让我们整队的气氛都更好。我觉得也没有特别要传授什么给他，毕竟他进啦啦队都已经4年了，应该不用我教他什么，他都比我会。对啊，哦有啊，因为我比大家都更早知道这个消息，在知道的时候我真的是超开心的，就很期待到时候一起上班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舞台变得很吵闹很欢乐这样子。看这个来正中间，我这边好，右边这边走。下一个。这三个。好，中间。好，中间，中间。中间，中间，中间。他们之后也会换，对不对？好，这边。好，左边再补一下，左边再补一下，好。还有大哥要需要的吗？中间。丽娜，你站着啊！丽娜，你站着。来中间。好，你先看中间。中间。来我这边，我这边。没关系，我这边。